姥姥，你搞这么舒适干嘛？我都做了两眼冒金花了。谁叫你不帮姥姥忙的？回家做面子的给你吃。那么清淡，谁吃得下去？我今天就要吃海鲜。好小子，吃个饭都那么挑，姥姥给你上一课。小外甥，下面那小粉的你扛着哈。好。小外甥，看了看，姥姥捡了好多海鲜。姥姥，这不就是大贝壳吗？你还想哄我？别等着了，这个比海鲜好吃多了。那我还不如回家喝面子子呢。把脸这个举轻的。姥姥，这河蚌里不是有珍珠吗？傻小子，自然生长的哪有啊？小外甥，快把河蚌拉来烤。姥姥，这火有点大哎。没事，姥姥这可以调节的。姥姥，这好香啊，我先吃了。急什么？一点都不值得分享，快去喊姐姐。哇，姥姥，这河蚌好香啊。姥姥烤的好吃吧？姥姥，